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道哥，放好这只兔子，我去休息一会儿。待会儿让主人好好修理你。不行，我得把小兔子救出来。琪琪，你在看什么？嘘，有只小兔子被关在车里面。什么？Help！ 他在救救命，我们快把他救出来。立刻营救。我来。加油！得想办法把车门打开。我去找道哥。壮壮，等等。不能找道哥。为什么？就是道哥把小兔子关起来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嘿呦，拔萝卜。有办法了。拔萝卜，不动。钥匙忘拔了。有人，躲起来。哎呦！什么声音？还好钥匙还在。钥匙。你看着道哥，我去拿钥匙。有啦。小兔子别怕，我们马上救你出去。怎么还没打开？怎么回事？奇怪，怎么钥匙又在这儿？吵死了！快放开小兔子，不许你伤害它。看我的！你们壮壮快逃！壮壮，快把小兔给我！给你！
壮壮，快接住小兔子！小兔子！原来是玩具。道哥，你的小兔子，对不起。还有电池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喵喵，喵喵，你在干嘛呢？看我收集的废品。琪琪，你帮我看会儿，我去买瓶水喝。琪琪，我的废品呢？我帮你扔了，不用谢我啦。那是我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，卖的钱准备捐给山区小朋友的。我收集了3个月，今天是捐款最后一天了。喵喵，别哭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到哪儿去找废品呢？天哪，帮帮我吧！传单，废纸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福霸餐厅新开张，美食样样打9折。这些我都吃过了。又撒了一地，怎么拿才好呢？有了，绳子。这些废品拿去扔了吧。这是你捡的传单？当然喽。我正担心传单不够用呢，没想到你给收拾好送回来了。要把传单发到行人手上。不是，这些传单。我好不容易才发完传单，你又捡回来一堆，走开。到哪儿去找废品呢？怎么办呢？喵喵还等着呢。饮料瓶。怎么拿呢？有了，箱子。累死了，都怪那个臭琪琪。琪琪真是个好孩子，又在帮忙收拾了。老板，传单发完了，奖励。没看到瓶子掉一地吗？你看人家琪琪，帮我们都捡回来了。琪琪帮了叔叔这么多忙，谢谢你。
把瓶子搬完再说奖励。嗯。哼，这还有一个大瓶的饮料。我的饮料呢？我以为是别人不要的，就倒掉了。什么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！可回收垃圾，哈，有了，袋子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给我捣乱。你赔我，你赔我！不就一袋垃圾吗？那是给喵喵的，他要收集起来卖钱，捐给山区小朋友的。怎么不早说？对不起，我没找到废品，这是我存的零花钱，把它捐了吧。喵喵喵喵喵！这是我家的旧报纸，这是我爸让我送来的空瓶子，我的破锅。喵喵，现在够了吗？谢谢你们，可是还不够。这些垃圾要丢掉吗？不，这是我们要卖的废品。卖的钱是捐给贫困山区的。真是有爱心的好孩子。过来看看，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东西。喵喵喵喵，快看你收集的废品。真的是。现在够了吗？够了，谢谢大家。小心别摔倒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你抓到我。抓到你了，我的鲨鱼最厉害。鲨鱼呢？刚刚还在的，我们回头找一找。找不到，我的鲨鱼。乐乐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乐乐的玩具鲨鱼不见了。别难过，鲨鱼一定还在屋子里。可是我们到处都找不到。你们的卧室找过了吗？对了，卧室。呀，怎么到处都是玩具，简直像大海一样。是的，爸爸，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海盗游戏呢。可是鲨鱼在哪里呢？我猜鲨鱼海盗就躲在这片大海里。你们快变成小警长，
把它找出来吧。好耶！秘密警长，乐乐警长，出发！鲨鱼，鲨鱼，你在哪儿？总是躲起来，我们找不到他。哦，那要是把玩具都收拾起来呢？好主意，这样鲨鱼海盗就没有地方躲了。多玩具，我们要先收哪个呢？鲨鱼海盗喜欢躲在大的玩具背后，那我们先收大玩具吧。好的，小警长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玩具收拾好，知道啦。好好好可怕的鲨鱼啊，快跑。哇，好大的商场啊，别乱跑。好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乐乐，快看，哇，玩具店，选哪一种呢？好多玩具啊！冰淇淋来了，哦，秘密，乐乐，秘密，乐乐，哦嘿。姐姐，好大的恐龙！哇！乐乐，秘密！
我们该回去找爸爸了。嗯，爸爸，那边有家玩具店。啊，爸爸呢？嗯，爸爸不见了。爸爸！是爸爸。爸爸小朋友，爸爸，爸爸，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不是你们的爸爸。我们还是回去等吧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我们迷路了！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找不到爸爸啦？真可怜！我知道你们的爸爸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姐姐，怎么还没看到爸爸？快了，快了。过了这个门就到了。好黑呀，爸爸呢？他就在里面，走吧。姐姐，我怕。我们不想走了。我要让你爸爸等急了。不要，我们不跟你走。这边。你们在这儿，你们跑不掉的。你们别跑！看你们还往哪儿跑！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朋友？救命！秘密，乐乐，那是我的孩子。可恶！谢你们了，不客气，孩子们没事就太好了，以后可不能乱跑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保证再也不乱跑了。小朋友们，
在商场里走丢了，可以找保安和工作人员求助，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，记住了吗？我们记住了。不给坏人任何机会。今天真热呀，热得我都快冒烟了。是冰淇淋车！哇！小冰淇淋，小冰淇淋！糟糕！快过去看看！小冰淇淋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我得快点追上冰淇淋车，不然就要融化了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送你回去。谢谢你们。目标：冰淇淋车。出发！你不要担心，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包在我身上。哇，冰淇淋车！快看，冰淇淋车停下来了。耶！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我们马上出发。好耶！怎么了，薯条？洒水车！快跑啊，要被追上了！
圈小圈啊，我在这里。冰淇淋车。我们赶快过去。你们加油啊。终于到了。哦，好高啊。我们要一起帮助他哦。
不要发出声音。吃我们，是需要我们的帮助。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你们看，恐龙的嘴巴被卡住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一定很难受吧？那我们快想想办法吧。我有办法，看我的。卡得太紧了，我拿不出来。那可怎么办呀？那我们一起来帮忙。一起帮忙啊！当当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一起拉。来听我的口令，一二拉，一二拉，一二拉。哎呦！耶，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！一只霸王龙成为了好朋友，开心地一起玩，一起去玩滑梯，开心地滑呀滑，划过恐龙的大脊背，扑通跳下水，一起去游游泳，开心地游呀游，躺在恐龙的肚子上真呀真有趣，好朋友在一起开心地玩游戏，好朋友在吃了啊！他们回来了，快躲起来！
我的恐龙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哦，恐龙要回家了。再见！再见！一二三四五。我来找你们喽！嘿嘿，哦，嘿嘿嘿，找到你啦！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！啊，啊，哦，嗯，嗯，哦。奇怪，梅小可躲在哪里呢？这盒蛋糕要送到小福家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糟了，飞小可被带走了！我要想想办法。有了，我们快去救他！啊！就在前面了，快快快！没问题，匀速前进。怎么办？我们追不上了。飞小可现在一定很害怕。啊啊！啊！快看快看，飞小可就在那里。哎，快走！
我知道了。你等我，我们快走。勇气和智慧去帮助他，不过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啊。